隔天早上的六点。哦，人来了，早啊！おはよう。瘦了瘦了，应该已经养出长出来了吧？そういえば、そうだ。そうだ。ありがとう。有有有，我刚刚已经傻了。好，他叫我不要忘记，所以应该给他，说不定也可以。应该不会给了他以后就结束游戏了吧？来看一下啊、喔，今天也要浇花，今天也要做。哦，长出来了，长出来了。那其实其他有没有浇，应该也没差吧？这个长出来吗？还没耶。好，我们先收，我们先收这个作物。可以放掉吗？不行。我觉得我身上的装备太多了，我应该把它用不到的放回去。哇，这个要一个一个放，就是有点麻烦。它没办法直接移啊。收成，好，然后直接送去镇长那。我的狗都过了一天一夜了。我还是没有再看到，就是什么地方可能会有这个道具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定定定定，哎，在哪？哦，在这，假扎灯哦。好，约定好的。哎，约定好的。好，进入剧情了。他是看你 Kitty 那。卡キレイなカブだな，果然是很漂亮的。それじゃ、よく頑張ったな，他承认了。認めよう、のび太はもう立派な牧場主だ。大雄是很伟大的牧场主人吗？哦，就这样吗？所以游戏要结束了吗？哎、欸，也没有哎、欸，所以我完成了一个，就是其中的一个被要求的任务。然后呢？这么早，应该店都没有开吧？这个几点才开？这个十点才开，睡到十点。还有什么？睡到十点。U。他可以给我什么锻造的东西吗？哦，这个就只是锻造而已啊。那他那个小哥呢？小哥不是，有没有在这哎、欸？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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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哪里可以去？哦，这个小哥在这。啊，这个广场我们刚刚都没有来过哎、欸。哦，他给我的锻造的这个，哎、欸，那我们可以去，我们可以去采嘞、欸。这里应该就是办什么牛啊、什么马啊、什么什么鸡猪的什么比赛，可能就会在这个地方。哦 ，nice 哎、欸，好，那我们赶快去采几场看一下，实际挖给大家看一下哦。哦，铜矿石哎、欸。挖过的地方就没办法再挖了。那我们把它挖完，看一下会怎么样。好。好。哦，挖到别的东西耶。哦，有东西它就会显示你什么塞不塞得下。嗯，那我可以丢掉东西啊，可以吧？丢掉，这个不要。哎、欸，那如果丢掉蝴蝶，它会不会在这里出现？不会。哦，不会。塞不下就塞不下。快快快！但它都会有一个哦，就这个，就这个，就是挖一挖，这个就会出现了，就可以到下一层去了。
然后这个是，哦，这可能是铁床啊，我们这个没有办法挖。哦，哦，所以下一层就是大概长这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可以回去。啊，不错啊。还有哪里可以去呢？可以触发一些事件，应该感觉有不少。哎，捕个虫，小心翼翼。哟，耶！哎，那我们刚刚去过这个洞窟，可以采矿吗？不行，不行。洞窟就是洞窟，应该也是有什么支线剧情会在这里发生。十二点，这已经是第二天了嘛，所以我在睡觉起来，可能这个游戏就会结束了，是吗？都没有支线剧情会发生吗？哎、欸，有了有了。嗯，哎，浪子，你要去哪里？啊，のび太じゃないが、今料理屋に。哦，要去料理店。什么什么？哎、欸，怎么了？这么多人，よし。超多人呢、欸！大雄来了。啊，しずかちゃんにドラえもんにジャイアンみんなも来てたの？为什么大家都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でも，哇，老板，老板要不行了，哇、老板倒下来了。雷斯塔桑，怎么会这样啊？病倒了，太累了。嗯，それが、そうだな。看来应该要休息才行。谁可以来搬运他呢？好，壮汉来了。喂喂喂喂，麻烦你们喽。哦，所以他这个倒下来应该也会是一个支线的引导。为什么突然变那么忙呢？从早上开始就开始很多人来了。なんか宣伝でもしたのか？难道是グルメテーブル美味餐桌 ？Come come cat， 来来猫。カムキャットで、ヴィーナさんが必要だって言ってた力のある秘密の道具じゃない？哎、欸，所以是ヴィーナさん，在ヴィーナさん那里吗？そんな没有看到，在料理店没有看到啊。ドラえもんさんが間違えて使ったんじゃ。じゃ。それはどこかに。よし。それで？没发现。なに？もう少し探すみな。そっか。哦，他会把这个所有的剧情支线融入这个，在这个牧场物语里面哦，然后都是环绕着哆啦 A 梦的道具。加多斯内尔跟你谈论的，波克拉哇，我看到秘密子 he 子子 k 哦，来来猫就交给小夫了，我们去找其他的道具，所以我们不用管这个了。所以，欸，不是交给小夫，他怎么还在这？所以，我看一下啊，村人动物有 Vina 桑吗？
没有啊。啊，你是要去倒位？回忆哦，城镇之息，哦，又有剧情了。哎，今天是我休息的日子啊。哦，耶，浪吉，哎呀，走掉了，又回来了。喂，浪吉，又走掉了。去找静香吧。静香，大熊滚开！大家都很忙哎，都被无视了。怎么这样？眼镜相眼。嗨。伊玛红他西西得几个？现在没时间跟你讲话。被无视了。看来一定又是跟道具什么有关的。拉姆枪。但是他现在没有办法玩。そんなこと言われても動物さんたくさんいるしラムがいないとみんな寂しいでしょ。ラムちゃんみたいなもんね。きっとさんいやいや。違うよ。なんだい。他直接去找镇长理论。镇长，你给我拽！なんだ。どうしやんじゃに。なんだじゃないよ。どうしてそんなにみんなを働かせる？为什么让大家一直工作？都不能玩了。太多了，看不懂。借我什么道具？我自己来。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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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噔！男爵，哇，跌倒了。男爵，拉蒙爵，拉霍尼亚，拉卡比。被拿回去了。啊，索雷瓦。さっきこれ爆発しただろう。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时间巴卡弹，笨蛋炸弹吗？计时笨蛋炸弹吗？哦，嘿嘿嘿，大雄真的变白痴了，啊，又被没收了，大雄要睡觉了，道具被镇长夺走了。醒来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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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糟糕！去看看。安心思多伊诺比达桑卡西哥多干巴达拉，如果你认真工作，我就会还你了。要认真工作了。哎，真麻烦。所以其实如果我是剩一天吗？还是还有一天呢？月火水，所以应该是明天过完才算吧。所以我现在要去哪吗？大树的根。哦，这里就是当初下来掉下来的地方啊。
感觉像什么神庙会有什么女神出现的样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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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里狗狗事件还找不到那个，这里好像也没有要引发什么事件的样子。是不是城镇才会引发什么事件？这里会引发什么事件吗？也没有。No， 这里海边都不会引发事件吗？广场没有，那我自己家呢？回去牧场我都不觉得。哦，有事件引发了，定定。はじめから寝坊しないで起きられるんだな。哦，现在都下午了，才开始一天。最近我对面的人就那一个。哦，他要把超级手套还给我哎！耶！哎，这么危险的道具，赞哎！这样我可以去救小狗了。他为什么绕跑的感觉？哦 ，yes， 赶紧，快，赶快去救斗局！哎，在这里。来吧！噔噔噔噔，芝麻的布克罗。哦，你只要使用这个力气就会变很大，不用说话，不用说明了，赶快吧。哦，大熊真的会戴上手套，哎，这个细节也不错，也是有做到。但是就没有移动的过程，就直接用一个黑幕带过，可以理解啊。斗菊跑出来了，哎呀，进钩追。哦，可爱的画面。这个是不是可以截个图啊？可哀そうに、ひどい怪我だ。早く動物屋さんに連れて行ってあげようよ。そうだね。あ、ほえ、まだ元気があるみたい。哇，真是不错，还会有这种。因为一定是，我记得也是都可以养一个宠物啊，猫还是狗什么的，可以叫它来啊。哦，恢复健康了，真可爱。ねえ、どうしたんだ？実は、我想要把它留下来。それは、如果主人来的时候怎么办？当然是不要还给他喽。僕が、なんだって？就被骂了。そっか、その。要取名字啊、哦！大熊犬，熊犬，取什么名字好呢？随便取一个吧，反正也没有办法那个叫妹妹妹妹，也没有办法继承档案嘛。妹妹你喜又可能？妹。好，养狗的方法吗？教我吧。去问拉姆讲。哒哒哒，可爱的斗菊哦。哦，有助于人，不知道会不会也会增加对他那个好感度哦。大星星，大爱心。Z 也可以叫狗来。汪汪，谁叫都会来啊 ！X， 哦 ，Y 就可以抱他 ，B 可以放下来。
哦，对，养宠物可以那个，他会帮你找到一些材料或是特别的东西。但是有时候通常都是找到烂东西啊。哦，下雨的时候好像要把它抱回家哦，要不然它可能会感冒哦。这个小细节是这做的不错哦，因为像那个鸡跟牛还有什么，好像也是要放牧才行。放牧的话，它的那个产出来的作物就是好像会更好。哎吧，嗯，这个，哦，好可爱哟，来哟，追不到我，哎呀，好可爱哦，疗愈就真的是一个疗愈的游戏，然后按 Y 就可以把它抱起来，然后就可以放到家里，实际操作一遍给大家看，好，就可以把狗放下来，然后狗应该是没有办法自己出来的，但这应该会有小狗屋或是什么。什么狗饲料，说不定还要帮他清他的那个便便什么之类的，有可能哦。现在两点，那我们还有什么支线他可以打开，或是因为大家刚不理我嘛？还有什么来来猫事件是不是？会有得解决吗？还是是时间上的问题？哎，好嘞。对对对，这就表示一定是要触发什么东西才可以让这个刚刚遇到的问题解决。噔噔噔噔，好，跟镇长讲话，没特别说什么，所以等于就是要一直去每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然后采集场哦，因为我还没睡觉，所以他也没有复活。然后这个地方看起来也是没什么剧情会发生，没有哎、欸。所以是不是其实就这样吧？所以其他动物的事件会不会其实就是发生，但是可能？现在体验版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好像每个地方都去过了嘛。对呀，好，广场没东西，渔船屋。哦，这个刚刚一直没有进去跟他聊天，打到招呼哦，应该有开了吧？有哎、欸，哦，他只有卖那个而已，哎，他没有卖钓具哦，所以应该是会透过什么任务之类的拿到这个东西哦。这个很适合拿来杀时间的这个游戏，疗愈一整天，有没有？哦，哎，等啊，给你哟，卡邦嘎一拜达嘎拉马的哦，这是一些提示。哦，所以又要直接睡觉了吗？还是我们如果睡到晚上六点？然后再去其他地方看看。下午。哦，哎，好大一个哦！哎，放不下。把一个东西丢掉，全部丢掉，反正用不到。又懂。哇，超大碟！啊，才一颗半而已，没关系，去城镇看一下，看会不会触发什么事情。好像啥也没有的样子。所以可能跟时间没有关系，
就是晚上就来送蝴蝶。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哎、欸。看来这一天就是这样咯。来困高。おやすみ。最后一天。醒来就直接进剧情，哦，直接进到这来。それにしてもよくやった、のび太くん。哦，就是我有成功给到镇长这个东西。啊，天气真好呢。ね、どうしたん？その。如果可以一直睡午觉的话，我想要住在这里。还想再睡一下、所以他利用睡觉引导到这个哦，就这样结束。果然就是整整三天的游玩时间，然后发售日期是6月13号，这是日文版，中文版是7月好像25号吧。哦，然后因为这个体验版完全不能存档，所以就是一定要一口气给他玩完。好，那我们这个牧场物语的体验其实感觉还蛮不错，蛮疗愈的，然后很多小细节都还蛮不错，就会蛮期待正式版出来以后会有什么多的功能可以发展啊，社交什么之类的。对，那这个我们这个哆啦 A 梦牧场物语的体验版就开到这里，然后希望大家还喜欢，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都可以留言给我们。好的，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拜拜。